跳虎。对，我们最爱练跳虎。耶、yeah. ！好来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是在2013年5月号。这个五是现在我们是五月份，每一个月呢就有一本新的巧虎。那我们现在是五月了，好啦，现在是2013年。今天什么时候才会要到巧虎呢？我们一个月才有一次，一个月有几天？一个月通常有30天，过完30天呢就换成下一个月了。比方说你的生日是几月？9月，对不对？9月24号。就是九月的9月24号，对，9月第24天就是你生日。9月28号，9月第28天就是我生日。现在什么时候来我的生日？9月24号，我们现在在5月，5月过完以后就是几月？6月，6月过完以后就是几月？7月，7月过完以后就是8月，8月过完以后就是几月？你再去台湾要巧虎好不好？可是巧虎，就算我回台湾，也是要一个月才一次新的巧虎啊。他一个月才出一次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你看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玩的东西？他们要不要很多时间准备？要。对，他们要一个月的时间。为什么是没有这个？对，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慢慢一点点来了。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看，他说什么？圆圆小小的瓢虫。你看它旁边都有注音符号，对不对？注音符号就是如果你看不懂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就念注音符号就会了。这个注音符号念于安圆，这样子。好，你看巧虎爸爸说，这个我都会了嘛。对，虽然我们不念注音符号，来念这个这。这是可爱。的瓢虫，你们请猜。这个请跟猜是不是很像？对。请。这是猜看。瓢虫有多大呢？瓢虫有多大呢？妈妈把这两个字写给你看，哈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写到哪？写到这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说请的话是这样子，这是请，对不对？我看不懂啊，我看不懂哎。妈妈待会把它反过来，你就看得懂。这样子，哪个字是请？哪个字是猜？哪里一样？这里。哪里不一样？这里不一样。对，它旁边这个青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请的话旁边是个言，菜的话呢旁边是一个动物旁，这样懂了吗？好。哇，那你看小虎说，哇，这是什么飘虎？这个字是这两个字是什么？我们有学过，有，你有学过昆虫啊？对，他说哇，这是什么昆虫啊？瓢虫也是一种昆虫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也是昆虫？你看还有什么也是昆虫？那琪琪说什么？琪琪没有说，琪琪也是拿着放大镜看。那宝宝，你告诉妈妈，你还有认识哪一些昆虫？瓢虫是一种昆虫，还有什么也是昆虫？想一想，宝宝。这个是爸爸说的，巧虎说的。这个是，你看有个箭头指向爸爸，这是爸爸说的；有个箭头指向巧虎，这是巧虎说的。没有指向琪琪，对不对？对，琪琪没有说话。蝴蝶是不是昆虫？什么？蝴蝶是不是也是一种昆虫？大象是一种昆虫吗？那你告诉妈妈，你还认识什么昆虫？还有什么也是昆虫？瓢虫。嗯，还有呢？妈妈说蝴蝶，换你说一个。嗯，瓢虫。还是瓢虫啊？你还有没有认识其他的昆虫？还有蛇。蛇不是昆虫，蛇是动物。昆虫都有六，老虎也是动物。昆虫都是小小的动物，有六只脚的，
像蚂蚁也是昆虫，还有什么呢？瓢虫也是昆虫，对。那蜜蜂是不是昆虫？对，还有呢？圆圆小小的昆虫。圆圆小小的瓢虫也是一种昆虫，还有什么是昆虫？想一想，你想一个，快点，除了瓢虫以外，想一个。可爱的昆虫宝宝，来，蝴蝶、蜜蜂、蚂蚁、蜘蛛，还有还有蜻蜓，蜻蜓，还有甲虫，甲虫，还有瓢虫。妈妈也给我甲虫哎。对，还有瓢虫，这些全部都是昆虫。我以前的甲虫跑哪去了？不晓得，我们待会找一找。所以你跟着妈妈说，瓢虫是一种昆虫。说瓢虫是一种昆虫。瓢虫是一种昆虫。蝴蝶也是一种昆虫。蝴蝶也是一种昆虫。蜜蜂也是一种昆虫。蜜蜂也是一种昆虫。蜻蜓也是一种昆虫。蜻蜓也是一种昆虫。蟋蟀也是一种昆虫。蟀也。螳螂也是一种昆虫。还有。还有毛毛虫也是一种昆虫。毛毛虫。甲虫也是一种昆虫。甲虫是昆虫。好了，妈妈是不是讲了好多好多不同种的昆虫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告诉妈妈。三种昆虫。告诉妈妈三种昆虫吧，好不好？一，要不要告诉妈妈三种昆虫？1、2、2、3、8、3、6、3、9。对，好吧。要不要告诉妈妈不懂的昆虫呢？1、2、3。要不要跟妈妈说？昆虫，告诉妈妈三种昆虫。苍蝇。好棒，还有呢？圆圆圆圆的昆虫。对，哪一种昆虫？苍蝇也是一种昆虫，还有呢？你说三个，我说我们刚刚说过的也没关系。还有什么也是昆虫？蚂蚁。好棒哦！再讲一个。蛇。蛇不是昆虫，蛇太大了，而且蛇没有脚。为什么蛇没有脚？对呀、啊，蛇没有脚啊。蛇是一种动物。琪琪是动物。琪琪也是动物，对。琪琪是小兔子。对，小兔子。还有小虎是老虎。对，他们都是动物。哎，再告诉妈妈。老师是司机吗？这些全部对，老师司机，这些全部都是动物。那再告诉妈妈一个昆虫，再讲一个就好了。再讲一个昆虫，再讲一个昆虫，宝宝。为什么会有它？对呀，它告诉你昆虫有多大，瓢虫这么小，那在跟手指头一样小。那为什么它的手上面有瓢虫？他是想要告诉你说这个瓢虫有多大呢？差不多跟你的小儿子家一样大。宝宝，来，快点！你还有一个昆虫没有告诉妈妈，这也是一个昆虫，这是什么虫？这是什么虫？好，来，宝宝，这是什么虫？也是昆虫。这是什么虫？这是什么虫？瓢虫。对，瓢虫也是一种昆虫。你看，它这里说什么？三两小瓢虫。好，来，瓢。瓢虫的体。瓢虫有身体的吗？没有吧。有，他说瓢虫的身体怎么样？很小。大大盖盖